到不断上涨的物价影响，美国人也开始寻找能够创造额外收入的副业。近期 Airbnb 发表了这个报告，指出平台上面单个房间的出租数量呢，在本年度的第三季度意外上涨了31%。来看详细的新闻内容。持续上涨，美国家庭除了缩减支出，也在努力寻求额外的收入。房产中有闲置房间的屋主则是加入了 Airbnb 房东的行列。根据 Airbnb 发布的报告，本年度第三季度该服务平台中的单个房间出租数量不成比例地上涨了31%。该公司表示，全美各地区的房间出租量都有大幅上升，但没有具体给出数字。为了帮助业主更容易申请注册成为 Airbnb 房东，该公司还在本周公布了应用程序的更新，以简化申请流程。Airbnb 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切斯基表示，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兴趣通过出租闲置房间来支付他们的生活费用。该公司引援了一项调查称，大约46%的 Airbnb 房东表示，他们将出租房产的收入用于支付食品和其他物品的费用，而1/10的人表示，这有助于他们避免被驱逐或避免贷款银行的强制拍卖。然而一些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指责该公司加剧了住房短缺，因为在旅游旺季来临时，房东更乐于将房产出租给度假者而不是长期租客。 Airbnb 联合创始人内森·布莱查奇克在接受访问时将新房短缺归咎于贷款利率上升。与此同时，该公司表示，由于远程工作而延长租约的客户将继续帮助该公司提振业绩。尽管经济处于下行周期，但旅行的需求并未显示出缓解的迹象。为此，该公司还扩展了其 Categories 功能，允许用户在不输入目的地的情况下预订度假住宿。中天中望整理报道。